欢迎你们可以追踪一下玉君的粉丝页，你只要在脸书上面打超级红人榜翁玉君就可以按追踪了，然后也可以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。好，没问题哈。 OK， 那我就最后带来这一首歌，就是一样的祝福大家中秋快乐，这个是向慧玲的为你们把赛，谢谢，非常好听哦。那玉君有准备一些些的海报想要跟大家结缘，所以如果想要海报的朋友可以举个手哦。那么尽量不要死啊哦。那么呢，玉君他会带到本人身边的时候哈，哎，想要海报的可以举个手一下，谢谢。那么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哦。想要的可以过来前面排队，数量有限哦，而且数量有限哦。Thank you.